湘江北去橘子洲头，今天我就要给大家推荐两个橘子洲头宝藏打卡点。第一个打卡点在地铁四号线碧沙湖站五号出口，越过马路走到平台上，当你看到这个红辣椒雕塑的时候，就到了我们第一个打卡点。现在转身，我们就能和远处的毛泽东青年雕塑一同进入画框，面朝湘江，对望洲头，在这里完美的避开了人潮，可以尽情的拍摄。第二个打卡点就是我们的地铁副部河站，步行导航至湘江江滩公园。当你看到成片的夹竹桃花，就可以沿着路往下走，一直走到江边，橘子洲映入眼帘。从这里看去，五一广场的高楼和橘子洲头齐聚，更有气势。还有宽阔的湘江江滩公园，可以在江边散步，或者闲坐吹江风、看江景，都是一绝。不见橘子洲，何谈入湘江？这里是曾游记，我们下期见。